陪我过生日啦，可惜的是啊，牛牛不去。那怎么办呀？牛牛，你真的不去了？真的不去？不去？去吧。走吧。人家在家编脏辫，看人家牛牛那个脏辫。等着编脏辫。走吧，走吧，咱们去。这次呢，我拿支架到那里，我给大家拍。行，走吧。走。看那俩这辫子漂亮吗？你俩也可以扎起来啊。不扎。回来再给你继续编。走。戴上口罩，对了。哎，那俩人呢？那呢？快走，往这边出去。先拿蛋糕。走吧。这都是美女呀。耶，好漂亮呀！你们都拿什么东西呀？我们拿了个支架。你们不用给成宇准备礼物啊。是准备礼物吗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呀？苏静给他买的。一会儿你们说吧，下个视频你们拍，行不行？阿姨不参与了。我就是好奇，我回去看视频，行不行？行。我发现我拿了这么大个支架有点。你不拿的话，你没办法拍呀。我又不在。行。五个小朋友，五个美女。快点的。你们说什么呢？走得太慢了啊！看有年味儿了吧？看大街上，摆摊的啊，慢点啊！给我发上岸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不可以吃蛋糕，不可以睡一下。蛋糕要不咱别要了。昨天是168，我都嫌贵，今天又说涨了200块钱，怎么办？咱去其他地方再订吧。那现在就没时间啊。你把蛋糕取走吧。买了个蛋糕，还买了个不开心，这是咱的问题吧？大家说，就像这个蛋糕，因为昨天订的时候说好的，然后今天订好了之后说少要了，因为如果说贵的话，我可能就不订这个蛋糕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或者是提前给我打电话，那咱就可以换一个样子，是不是？走吧，走吧，太扫兴了。就在这儿了啊，行不行？行。这个蛋糕就这样吧。嗯。搞得心里面挺烦的。哎，你闺蜜呢？怎么不好意思进来了吗？怎么了？没事，进来吧。这都是成宇的好朋友、好闺蜜。这个蛋糕漂亮吗？漂亮，但是太贵。就是太贵了。下次。不进这么贵。哎。那你们就在这儿吧。嗯。我走了啊。怎么不开心啊？是不是我在这儿你们拘束啊？我一会儿走行不行？你们就一会儿在这儿自己拍啊，我看看成宇第一次拍视频能拍得怎么样。先点个锅，你让阿姨过来先点个锅。哇，这个好漂亮呀，就是有点小插曲。你这是让我快点走吗？行，那我走了啊。你走了，哎，饮料你们自己去点吧，行不行？好吧。我们已经吃完饭了，我们现在要拍蛋糕了，走吧。我先给我自己带上生日报。我们要开始拆蛋糕了，大家看这个蛋糕好看不好看呀？好看，尤其是这个蝴蝶结，来吧。这怎么拆的呀？用个布了，那个姐姐帮助一下。那我们就开始看看我的生日蛋糕吧。哇塞，这个蛋糕，先把生日帽给摘下来。哇塞，我还没吃过这个。来吧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吃生日蛋糕吧。确实，它这个做出来的跟图片上的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个陈宇，它标上去比陈宇好像只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蛋糕。来吧，那我们开始吃吧。好，没了。我现在这个生日帽已经满10岁了，那咱们就插看够不够十根蜡烛。来吧，怎么感觉插上蜡烛，把它这个蛋糕的美给遮住了呢？
点蜡烛一定要在父母的监督下点哦。一起唱生日歌吧。大家点蜡烛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不要刷住手啊。来吧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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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起，慢一点，哎，这个，这下面是个底座，好像蛋糕，底下是蛋糕。嗯，哇塞！鼻子上。生日快乐！节约粮食。来吧，星星看，吃点糕吧。好，我也要吃。它这个呢，不是那种很脆的，很软，跟糖一样差不多。尝一下好吃吗？你先。你好吃啊？尝一下。好吃。给。行，那我们就开始吃蛋糕了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